现在就改写，我就改写，我就改写。赶紧莫来跑，你莫来跑，你巴肚内真正有囡仔呢。我来讲你要信无？那个囡仔不是在病院，拜托来真正有囡仔。医生哦，赶紧要照顾因爸爸啦，啊，打电话叫我过。啊，我一来的时阵哦，我就甲医生讲，囡仔千万唔通提掉。囡仔真正个天，大姐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看你怀疑安尼哦，就表示讲我决定是对的。大姐，我敢再有你，那么我真正永远都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。所以讲哦，囡仔是无辜的啦。啊，你大人哦，若讲要做什么代志以前哦，啊，真少想一下。不过医生那边呢，你安怎去解决？这代志我来担，因为骗伊的人是我，我来负责了。啊，不过以后伫咧商家面对伊的人是我，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应该逃开这个世界呢？妈呀！一直想讲别人安怎安怎，你即马想我电话，把巴肚底内这个囡仔顾好就好啦。好，哦，我给你烹鸡汤讲啊，来，太小，太小，紧食，身体得爱顾爱补嘞。哦，来，啊，你若有代志吼，再叫我。哦，来，坐。啊，阿姐哦，好，谢谢大姐。没。我袂去离开你啊！我甘愿去伤害别人，伤害我家己，我嘛袂再伤害你。我会为着你的出息甲将来，好好打拼。你莫甲妈妈同款，做伙打拼哦。医生讲，爸的情形拢无改善，要有长期住院的心理准备。那是不？什么准备啦？啊，病院院长甲爸是好朋友，伊的召集上好的医疗团队来治疗。啊，公司方面，嘛有恁大姐来甲董事会伫协商，也无未受到影响，大家心情放较开的，袂遐乱吼。你先带伊停登去，叫我甲聪明来接我倒。想准备甲爸还去，搬出来住，搬出来创业，是为着要甲爸结去。赶快是做生意赚钱，为什么又不是为着要有爸爸？我实在就不好。其实爸爸并不怪你啊。你出来创业的时阵，爸妈嘛足欢喜的。
不过是点那么怪关系，放在心内。我个人想要做回看，替个人出一口气。李贤，我即马出惊，我惊爸若是无清醒，我就连家己回死的机会拢无，你知无？爸在边无代志啦，即马上重要的，不是直接约会，是紧甲大姐斗三工啊。有什么想法？除了找一个人来照顾爸爸以外，公司的代志，大姐嘛真需要咱斗三工啊。公司代志还无成啊，就是无成，才需要加了解一寡。哥，你帮我等下就好吧。为什么？安尼需要你的时阵，嘛较方便啊。好，我帮等你。好，我知影。拜拜。黄万总算是大汉啊，伊要搬倒来住。安尼真好啊。伊搁会去公司，到处理公司的代志。看我透懂。注意点啊。黄万对公司的业务是外行啊。回来啊，是真够困扰呀！洪万是倒去来着你，你哪会这么紧回来？我是替公司在设想，你的小弟有几扭动，你也不知影。原来你拢一直看袂起洪万。伊开一间塑身中心，就要把暗中赞助伊，才做会起来。佫叫是讲，伊家己有外教的。伊若转来经营环球企业，万一若做袂起来，死到咱是要叫王永庆，还是郭台铭来收听？对哦，洪万上低咯，你上有才情。至少你用相信我的能力啊。并购案为了五亿变作了两亿，这就是你的能力。过去的代志，拢算我唔对，我全部担落来。你若认为我欠你真多，你就好好好好表现啊！临危受命也好，将功赎罪也好，你拢爱相信我才对的。那是找黄万回来。我找黄万回来，唔是找伊做专案经理，嘛唔是找伊做总经理，更加唔是找伊做董事长。我唔知你想要哪样，你改回来。今日倒来乱啊！伊若倒来，把公司补到乱七八糟，准做摆好起来，嘛是会让伊气到搁倒落去。敢讲安尼你唔惊？我惊，我当然会惊。我惊爸爸已经白到安尼啊，我若搁无想要倒来，那安尼爸真正就拢白袂起。又搁来啊？搁公私不分啊？白阿囝的代志，想要用公司的代志来解决。我看这间公司哦，早晚让恁母倒去啊！你敢来向讲我公私不分？那安尼你嘞？你不要洪万倒来，你搁做东西和甲爸爸结婚，你家己心内想知影？上届公私不分的人就是你。又搁牵拖阮淑华一边去啊！只要有林淑华，我过聪明。这些人就注定要落十八层地沟，永远不得超生。不管我哪关心你，为环球做偌济代志，永远都唔对。你这委屈的，我都袂为难哦。我阻止秀华离婚嘛唔对，我要跟你离婚嘛唔对，我要叫洪万回来，你讲我唔对。我无叫洪万回来，一定讲我唔对，我到底哪里做错掉啊？
进来。姐，姐夫。什么代志？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好了，您讲啊，我出去了。是的呀，行吧，不要紧啊。弟弟，啊，你想哪？最近哪天来卡跌跌？应该是运动伤害了，我无代志。姐。你从小在哪里考？无啦，我咧想着爸爸泡面的代志，就感觉足艰苦的。我嘛是。我咧想讲哦，咱应该把苏华姨找来，伊那是会用一直陪伫爸的身躯边，甲伊讲话。那呢，对爸的病情一定有帮助。小华，小华姨，伊到底去倒位啊？小华去香港出差啦。迄天伫个病院，我着想过烦恼爸爸的代志，才袂去甲你讲。那这样多好啊！伊去出差，不就出代志？家里也都好。哎，总秘啦，是搁有啥物好康的？要黄富军来替你做是无？是无什么新 case 啦，啊，不过想要交陪，拢是钱在做面子嘛。伫博感情之前哦，钱拢爱先贴起来吼。咱大家感情真默契。聪明啊，我头壳还袂发猪嘞，听无你在讲啥呢？你含慢，我就讲互你听。我感觉顶摆甲你讲的坎面上伤低啊。哦，我转去想想的哦，这火啊嘛，伊得欠关起来。所以我希望你给我的回扣。跳较悬嘞，替我降一个血压。过几年啊，阮给你的回扣哦，已经是行情以上的行情啊啦。你叫阮把钱搁贴起哩，哪呢？都要换阮的血压称悬啦。买无爱，随在恁啊。对头，你卖叫是讲，我一定要甲你做生理。正经，因为多你去滴是着送的。阿姆哥，照我的了解。即马宋董对多利的印象袂歹，所以我即马嘛会去找宋董核实嘞。要提报了，我伫遮找宋董提。李曼娜会甲人核实嘞哦。哦，那安尼，你哪唔去找林春华甲伊核实嘞嘞？鬼聪明！聪明啦。咱即马是在讲生理，你讲啊对查某人的代志要提，迄个真无意思。亲像我，敢会去讲到你甲雪华安怎？你若搁讲一遍林雪华的名，恐惊你连要甲我回信的机会都无啊！哼哼，莫生气啦，社会交陪，就是敢若靠钱来做面子。讲话嘛，都要互相尊重啊，敢不是？我若无尊重你，无体谅你，早就去找别人。聪明啊，你猜阮，阮是真感谢啦。啊，不过你要提这么高的孔明秀，这款条件，阮实在吞袂落去。吞袂落去就吐出来啊！咱要捡起这人，够真侪。
你搞啰嗦，这样就是要痛啊！郭崇明，你拄好着哦！进行并购案的代志，若不是曼娜处理，替你找人解决。你即马敢有法多坐，当要环球企业的摇摆？做人莫想现实的，车要开进前，也得要留一个所在通好目睭，唔通到时阵找无所在通好回头，迄就要弄个老废老弟啊！你伫讲这话进前，上好是先探听看卖，看环球企业刷落来是向你做主。你唔通叫死，我会晓吃袂晓死。我做全联经理，摕恁的回扣，这叫做先摕先赢。啊，不过我若是环球企业董事长，遐回扣就是我的钱的。我敢会戆啊？拜托你，摕我的钱给我。哼，我都无咧食饱外腰。郭崇明，我若去找宋导，讲你甲林秀华的代志，死狗。卖讲是环球企业董事长迄位，伊连徛伫咧大门口做警卫啊，都免笑笑。李曼呐，我猜你是翘翘人呢。你哪会对我讲这种话话啦？你要去甲宋振昌讲这个代志，唔着爱先去探听看卖，看伊听会入去无？宋振昌还不是戆人，伊哪会听袂入去？伊即马人昏迷不醒，根本就无清醒的机会。你是要甲伊讲啥哈？即卖环球企业唯一会当甲我压落底的人，就剩宋怡心。不过已经互我加加乖的乖啊，伊敢会听恁的？恁两个真正是目睭白无金的，吠到遐大声，嘛爱看吠到什么人？那吠到吃恁饭的人，是连碗拢会弄。生日鬼妹，真快乐！我是为着要让家己冷静落来，才会无回来。昨暝我对你大细声，我甲你开释的。不过我要强调一遍，不是我对宏远有偏见，也不是我对环球企业有私心。我的表明我的立场，我相信的不是宏远的代志。嘛不是公司的问题，是你对我不信任。本来我计是把小花的代志处理好势了，咱就用个参照过去同款。啊，不过我想甲想单纯啊，你对我也是袂信任。为宏远转来公司这件代志，我就看会出来。在你的心目中，我就敢若外人同款。你若是安尼，我阁希望甲你无失散。那呢，我着辞掉公司的职务，你叫洪万回来，公司的代志我着卖阁管了。甚至你若对我的感情这么袂信任，安尼我着离开，卖让你感觉我伫利用你。好啊，你走啊！你即马马上离开我，永远拢莫回来。既然你这样讲，我嘛无面阁留伫遮，我会走。啊，不过我提醒你，马上就要开临时董事会讨论爸的代志。照我所知影的，董事会的要求选代理董事长，你若带宏远去公司。向其他董事会，连会议室门拢袂予伊入去。
因为洪万不是公司的股东，而且伊对业务完全无效，宋家会当出来代替董事长职务的人就是你。啊，不过董事会绝对袂让你去接董事长的位。你是伫讲笑话？要我甲你留落来去争取代理董事长的职务？我无这个意思，我是提醒你，即届你是董事会。 宋家伫环球企业经营权，你也好好考虑。若无，董事长的位，真紧就要给别个董事提起。事搞办也清楚，是毋是搁要面对另外一届打击？你明明知影我面对这么侪问题，你搁要离开吗？离开公司？因为我无法让你怀疑。 对我来讲，感情才是我上珍惜的物件。假使我的感情也得不到你的信任，安尼我甘愿放弃一切。医生，你唔通听到小华骂我无情无义，就表示我真正是一个死狗不赦的人。我为着你。 伤害小华，小华我家己的囡仔，我嘛良心不安。不过我为着你，就算爱我落地啊，我嘛袂后悔，因为我爱你。你若真正爱我，那呢？ 你着先替我去面对林世辉。你真正愿意，给我替爸爸尽一份责任？咱已经伫咧共一只船，我爸爸的选择，你一定要替我甲董事长的位告掉。我愿意尽我一切力量，陪你面对所有困难。 大叔，啊，即摆董事长的身体到底是安怎？董事长即摆搁伫病院，阮家姐消息会影响到股东对咱的信心，所以暂时还袂对外宣布。啊，不过公司一寡重要的决定，嘛是需要有人做主啊。这就是我今日召开临时董事会的目的。 为着卖影响到规个公司的运作，咱需要有一个人来代理董事长这个职务。我看老董事同适合，歹势。我袂用一个。我看啊，无咱顶过董事长了后，才来做决定，好无？我想无需要。阮爸爸已经有交代给我，伊讲公司需要有少年人来推动公司的业务，才有新的想法。 何环秋企业会用有突破性的发展。啊，那安尼董事长的意思，唔着要叫郭经理代理咯？但若是感觉郭经理适合这个职务，我嘛真赞成。伊做董事长，敢袂伤少年呢？阮爸爸用人注定的是能力，年纪毋是问题。搁再讲，郭经理是目前公司内底对每一项业务较实处的人才。 而且，进前公司重大决策，伊拢有参与。这就是董事长要用心栽培伊的证明。各位董事长有任何意见，我会把今日会议结论向董事长报告。我也是感觉郭经理真适合。你知影各位董事阁有啥物意见无？那安尼今日的董事会就无异议通过。 由郭经理暂代董事长的职务，一直到董事长返来公司为止。等一下。
多谢各位当时的支持甲鼓励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带领环球，让公司会用在董事长住院的这段期间，真稳定叫发展。多谢。 我带伊信落来久，宋振昌就倒落去。这毋是天意，无是啥？像我这么有才情的人，天哥来造化，我若无光明正大坐这位，恐惊天公伯啊，要原谅我。观世音菩萨，感谢你这摆保庇阮小华甲这囡仔度过一劫。 也希望以后会用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过过困难、平平安。观世音菩萨，请你原谅我前点仔因为一念之差犯下大错。我即摆已经知影我唔对啊，一切罪过我来承担，请你一定要保庇我的囡仔。 已经合决心啊！你着莫阁伤心忧郁啊！莫想讲欺骗着医生，啊，家己阁去做甚物戆代志才无？大姐，你放心啊！我已经知影失去囡仔的痛苦啊！我嘛发现着这个囡仔对我足重要的，所以以后我甲伊生我会感情甲未来，我嘛袂阁用这个囡仔来交换。若阁离开晋江，你敢做会到？我一定做会到啊！ 俺搁要离开之前，我希望去陪伊看战场。大姐，这条感情路，你都好好好好行完，好不好？哎，依婷。大兰。哎，这是。 这是我家己头的小饼干，你吃看。这饼干是你专门要送我吃的，是吧？你唔敢吃？放心啦，你吃我的饼干，未比你粗啊。我还是想要问你，苏阿姨出国当时会回来啊？小姨哪有出国？啊，这两天人无爽快，拢在厝内休困啊。 而且今日早起哦，佫陪阮妈妈去拜拜。也唔过阮大姐明明就讲，伊是去香港出差啊。啊，若无阮爸带伊，是安怎拢无看到伊来陪伊看阮爸爸？奇怪。啊，依婷。妈。你看阿弟。阿母。苏阿姨咧。啊，伊出国啊。 毋过拄则安平甲我讲，伊甲你去拜拜啊。是啊，妈，你是安怎要骗依婷啊？阿母，请你甲我讲苏阿姨人伫倒位好无？阮爸爸即马昏迷不醒，真需要苏阿姨伫边仔甲加油的。你爸病甲遮严重，既然讲阮爸爸是真心伤的，是安怎无爱去看阮爸爸？ 依婷，小华已经关去病院了，我即摆来去找。
小阿姨到底是安怎啦？不是决定要嫁你去松家，安那连伊婷都唔知要走去倒位啊？这代志足复杂的，你莫管较好啦。郑昌啊，病啊这么严重，小婉若看到伊哦，一定会耐心想要留下来照顾伊。讲一个歹消息，董事长即马搁伫病院，还袂清醒。董事会拄才经决定由郭经理来代理董事长的职务。伫个这段时间内底，希望大家会用好好甲伊配合，互公司运作甲进度会用真顺利进行。以后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特助啊，董事长拿过去给台上建议，有一挂重大的决策，是不是咱董事长当来决定较好啊？我嘛唔知影爸爸啥物时阵会清醒，不过公司也无袂用安尼一直拖落去。非得这段时间，郭经理在伫阮爸爸身躯边学真多，我嘛相信伊一定有能力通好处理，而且会处理甲真好。即卖连董事。拢肯定我的能力，我唔知影你到底会怀疑啥。我只是好啊，无啥个讨论啊。会议董事会已经决定啊，恁只要把家己本分的代志做好就好啊。阁有啥物意见？既然拢无意见，请大家以后好好甲我配合。董事长无伫的，大家神经线爱加较硬。千万别让我落亏。好，今仔会议就到这结束，散会。刘经理，你稍等下，我阁有代志要交代。什么代志？我以后要负责的是公司的大方向，所以我即马手头的代志爱交接出去。公司顶顶的你的能力上好，所以我决定要把亚太并购案，也到到宏盛的合作案，交代给你处理。郭崇敏，你真厉害，所有使亏做一届拢赚给我。安总。打袂落来，唔是，我会全力以赴，好我处理。若有任何死角差，爱负全部的责任。姐，你是安怎要这么赶紧，让姐夫代理爸的职务？爸爸随时拢会清醒，公司有你就好。哥哥嘛要回来斗三工啊，你莫让姐夫管这么多。我嘛希望爸较紧清醒啊，但不过公司的业务袂用等，只是董事会决定，等爸清醒，一切拢会恢复正常。爸应该让淑华阿姨来照顾啊。拄则我有去找阿姨。伊讲淑华阿姨这两天拢伫个厝内，根本就无出差。你是安怎要骗我？我无骗你啦，阿林秘书本来是要去香港出差，汉坤唔知是安怎去挡着台机，才临时变卦，留伫个厝内静养。挡着台机，阿明哪无讲？可能唔是介严重哦。啊对啊，伊天啊。啊！你之前唔是足讨厌林秘书的，啊是安怎即马这么关心伊啊？我是为着爸，爸这个出代志了后，我才感悟，大姐之前讲的完全有道理。爸已经辛苦几十年了，
即马真无简单，才会当休困，做家己介意的代志。咱就应该尽量去满足伊，毋是甲伊作对啊。淑华阿姨，伊婷，刚明甲我讲，你爸爸住伫倒间病院，我想要去看伊。你先莫紧张啦，爸即马已经无性命危险啊。我听大姐讲，伊去动着胎气啊，不要紧吧？应该无代志啊。我看起来气色真好啊。你爱好我保重，爸就疼惜这个囡仔。伊婷，你先带我去病院好无？应该袂讲出来吧？袂啦。不过若是有伊前安尼舞落去，伊阁有借口。嘿，继续留伫爸身躯边哦。假使讲爸会用个清醒，加留几工嘛袂要紧啊。清醒过来，我甲大姐、怡婷，拢等你做回来为了啊！啊！振昌，振昌，是你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不应该死哦，害你一个人戆戆徛伫遐等，振昌。你有听到我正常？正常。爸，淑华阿姨来看你啊呢。爸，啊，正常，正常。爸，刚听我来讲啥？爸，淑华阿姨，我就知影你来一定有效。即摆伫爸的心内，上重要的人就是你。我求你，莫离开阮爸爸好吗？伊即摆真需要你。袂，我袂离开恁爸爸，我会一直陪伫伊的身躯边，等伊清醒。你拄则讲，爸是因为等伊才昏倒。你刚到底走去倒位？想转死哦！哥，你莫怪淑华阿姨啦。大姐有甲我讲，最近淑华阿姨去当着太监，甚至连香港出差拢取消了。淑华阿姨，爸有答应要照顾你，还有囡仔。我相信，因为着恁母仔。一定要惊喜！一婷，我其实我刚无代志，是我做事。你知影你跟爸爸是真心相爱，对你真无客气。我即马就等你爸的面头前，真是甲你回事嘞。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绝对袂再对你大声声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会常常来陪伊陪你爸爸，跟你做伙等伊清醒。爸，弟娘讲你好起来，他拢等你啊，啊爸。振昌，振昌。
晚来送正仓，够欠你嘴私人投资。另外，张书店。叫宋振昌的意思，我甲伊先干来当分一分，林秀华一个人就占两分，谁敢闹占班仪的代志？